天还是一个晴朗的天气。那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去把昨天为全部完工的农场的中横公路呢整个打通。因为中横公路打通以后，我的很多的这个资材的处理才有办法找到一个比较妥善的地方，所以今天就延续昨天未完成的工作呢，继续做下去了。OK， 我们现在就上工去了。今天就是要把这个未完成的工作呢，继续给它弄完。那需要的时间呢，可能也就半天左右吧。尤其是这条公路呢，是一定要打通，因为不打通，很多资材就没办法整理，所以这是今天的主要工作。OK， 我要上工去了。好，大家好啊，今天大致的砍草动作呢，已经接近完成了。你看看这些草呢，已经全部贯穿了。也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整个贯穿我的中部公路。那接下来要整理的就是比较细部的，这个需要一点时间。那我们今天还有一段工作，就是再来就是用牛精绳，把这个边坡的有我要的树木啊、管线的地方，我们就用牛精绳再稍微打一下。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就到这边就要告一个段落。OK， 我们现在准备下去用牛精绳再打一下咯。Hello， 大家好，这个就是完全用牛精绳打出来的，就变成很乱七八糟的，因为它是用打的，所以草都被它打得乱七八糟的。这个就是经过它以后很快就可以把它搞定，因为它打不烂这个电线啊之类的东西，所以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充满了障碍物的地方给整理出来。这个已经90%都已经好了，那剩下10%可能就需要借由一点人力的方式呢来处理。OK， 那我今天我们家的中部中横呢就终于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